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复刻的地狱级得知真相的代价哦。那这只曹丕的话，可以不用练没关系，就拿一张起来放着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就带大家用这次咒术合作的一趴大奖五条悟老师来通关。那这边也是可以解一个双成就，队伍中只有人类跟队伍中有山鼠哈。好，那这个地狱级其实也有一点年纪了啦，所以基本上是随便进去随便出来的那一种哈。好来，第一关这边右边会把你轨迹持续变成问号，那你如果不擅长这种转珠的话，第一回合就先随便一 C 送给他。好，那送给他之后，左边虽然说没有达成七康会追打，可是你可以看到他打过来其实就是抓痒哈。啊，第二回合右半边帮你排好大概三四五 C 之后，然后版面也会出现咒力哦，你基本上就随便动一步就可以带走两只了哈。来，接着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就是不要去手消到水珠就可以了，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叠啦，就稍微避开一下下就可以了哈。好来，这边就直接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来，接着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是手消指定七，右半边已经帮你排好五 C 了啦，那你就是随便再找个两 C。哎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等五条老师跳起来哦，开那个固定版面，它也可以，就是有附带无视固 C 的功能哦，你再去进攻就可以了。好来，接着二血这边的话，它会给你附上一个负面 buff 哦，就是你只要消到暗珠，不管你是手消还是天降消，攻击都会减少 99% 哦。不过这边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直接开五条老师。好啊，你五条老师如果还没跳的话，你就直接把那个龙科之力打开哦，五条老师就直接有一个 CD 减五，我们就再开下去就可以了。好来，这边带走了没问题。好来，接着这边丁奇跳起来，其实我们可以把左上角的状态挤掉哈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先开个丁奇。好来，丁奇有两个状态，在挤掉状态上面真的非常好用。然后我们再开残渊学姐啊，最后看你要开虎杖还是五条老师都可以，反正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固板哦。好，左上角状态已经挤掉，你现在消到暗珠也不会怎么样了哈。哦，虽然说伤害减到 1% 啊，但其实这个地狱级的血量，就算你伤害只剩 1% 还是一路碾的那一种哦。好啊，右边是手杀，左边我们就随便送给他就可以了。好来，这边一样带过去。好，接着就来到第四关啊，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开个虎杖好了。好，然后一样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也是直接锤过去哦。对，这个关卡其实血量最高是6亿哦，是亿不是兆哦。对，六亿现在基本上真的是随便打了哈。好来，接着这边是王一，好啊，这边我们开五条老师，好，五条老师开下去有无视反手消，所以你消到木也不会怎么样哦。好来，这边就直接带过去，没问题。好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，好，这边我们一样开五条老师下去就可以了。好啊，一样五条老师没有跳的话，你就龙科之力开下去，反正这个地狱级基本上就是。以现在卡来说，像是在打双周一样，所以不用太过担心。好了，那以上这边就是复刻的地狱级，用这一次合作的一趴大奖五条老师通关，给各位做一个参考，好，顺便解一个双成就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